秋王的三分。
怀柳，怀柳。啊，先生，此话如何？此话刻切沉重，乃白虎长涛，玉门女子患病，恐怕。难道我不该叫我？离家出外，避过客车，可莫得病消灾。讲也有理。啊？你莫那？爹爹。现在为何雕神作鬼？男子装扮，卡天男子。为爸的肌肤，刻在我骨的。既然两字真切男子，求爹爹准我一行啥读书？真是胡闹！
这里也是去行声拜访刘邦听老师求学。这里也爱拜刘老师问下，如此则是当听之有了。的确，请坐，请。嘿，你个是哪个？俺来去行声读书，我也是去行声读书。那卡结交，谢谢。姐姐不嫁，红事爹爹，那其他好事啊？我是姐姐，这是当来读书，那就好了。是啊，请问仁兄莫非？哦，你兄有所不知。Thank you.
心你就吃了。有道是降价为兄，迎价为弟。哼，你把对天的拜的。
水。你兄，我拖了水的如此辛苦，不如兄弟，我这乡光一段难读水，不知啊。我不会忘了。Thank you.
好，机会好过。
Bye.
结婚时，师傅地址孙娘，孙娘家乡的，你卡地天亮就安排。师傅，我先去找伊。刷的，我来问你，你安排房天三代，你卡在他是男的，是女的？师傅为何问此？人都安排，是该女子。怕你吊马相同，不枉所归，幸莫是非金榜三。他果然是个能子。现在原来是高伟，高伟正比中现在。
其实¡Gracias!
咱两只强兵合夫，无买无平，做事无端，有事无违背，日天对违平，一日无开。你看，这家四大长英，默默无对。你家虽属贫乡，也是天地难家。Thank you.
酒，后面香食。是。年兄，我扮骗子死，下底相骗，今日改转，换成日相底还死。如今王氏兄妹相骗，相妹。请到邪门子老石头，请。
难考虑。姐姐，王华叫我上外街。Thank you.
代事，向袂皇叔三思为先。百家时代，青年人的女娃婚事，有太来世，变太多处变头话。Thank you.
春宫鸟出嫁，发丧嫁妆。Yeah.
创爹爹就是。只是求爹爹以外一事。哦，岁岁无忘。爹爹别挂念爹。Thank you.